许多成，你答应我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，你要敢说出，你等着。我喜欢你的眼眸，岁月的。许多成，你给我放什么了？我就放了点儿。哎，等等。喂，爸。爸什么爸？你是我爸，在哪儿呢？赶紧给我回来！ 还行吧，可以。别动！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我爸让我赶紧回家。哎，你等等等等，我跟包瑞回趟工作室，你让小杜先送你回去。行吧，那我先去换衣服。我去楼上还是楼下呀？楼上吧。你说。 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说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没有说，就是怕你们生气。你说你这孩子，我能不生气吗？你说说你，我跟你爸反对你谈恋爱吗？对呀。就算你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们，我们俩是不是也认了？也认了呀。你说你给我们找了个啥啊？啥？找了个唱歌的啊？他们这群是什么人？ 爱玩啊？对，没有责任心。对，爱玩肯定就不想结婚呀。一个唱歌的叫固定工作吗？你没有固定工作，肯定又没有固定收入啊，跟你谈几年那不白白给你耽误了吗？啥也不是，不是吗？你不了解情况，男人不会那样的。什么？男神还男神去？一听就是骗你们这群无知少女的。渣，赶紧给我分了。分，江南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是什么样的人啊？说吧。 说说说，他就是早睡早起，而且呢没有什么不良嗜好。早睡早起，我也早睡早起。他早睡早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对呀，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当然就比较了解。这孩子，你说说你这孩子，你看看你这闺女啊，现在就开始向着外人说话了。 我是白眼你了吗？我白眼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别动手疯了！不是你听我一句，我觉得吧，我不要你觉得，现在我要我觉得，我觉得就是你把他给惯坏了，我觉得就是你把他给我惯坏了。哎呀呀呀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行了，孩子都说错了，干什么呀？你现在知道认错了你，你都上电视了啊！你让街坊邻居看了怎么想？ 你别刚才干什么了？你别捅我了！这样也太着急了吧！而且他也不一定会来。你说什么？老姜，这是最近的行程，你看看，可能会有几个采访，你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顾佳怡那边可能也会采取一些行动。反正我现在有许多成了，我看他能搞出什么花样。你已经有许多成了。 说的这么自然呢？哎，你瞧，不接念头，是不是他的电话了？是他吧？怎么了？是小江吗？我是许多城的父亲。<笑>叔叔，您有什么事吗？明天有时间吗？明天啊。是这样啊，我们想呢，跟你见个面，吃个饭。7点，合家欢。不见不散啊。 叔叔，那个明天我怎么了？脸色挺难看的。许多成他爸约我明天吃饭，去呀、啊，挺好的呀，好好准备准备。不用准备，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我们本来就不是真的，见了父母事情会更复杂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俩想这个点子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。而且人家女孩为了你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。
在父母那儿为难，那人家也不欠你什么呀，你们俩不能互相帮助一下吗？你琢磨琢磨。江南，我知道你很为难，你就见见我爸妈吧，不然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那你先求啊。我求求你了。你这也太敷衍了。欧巴，古塔卡米达，来，一诺一诺，卡不卡？萨瓦迪卡，江南哥，够了，你让我考虑考虑。那你是答应了？我可没答应，见家长这么大的事，我也第一次，我紧张。江南，谁还不是第一次？反正我不去。站住！你想干嘛？你要是不跟我去的话，我就跟媒体说你的糗事。什么糗事啊？说你家跟猪窝似的，还有之前在女厕所的事儿。你，徐多成，你答应我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，你要敢说出，你等着。我喜欢你的眼眸，岁月都温柔，风轻舟在你身后，牵着你的手慢慢走，如果可以就走整个宇宙，和你在银河漫游，这一颗星球。老蒋，你怎么还玩呢？啊！我让你去买保养品，你就买这么点儿？你什么眼神儿？我说这都一年的保养品了，你当饭吃呢？许多成那么养生，他呀，没准真拿保养品当饭吃。你看什么呢？给你挑衣服呢。挑衣服？你没衣服穿了？见父母穿。我跟你说，他们都喜欢穿的稳重的，你那套时尚在他们那儿不灵。今天第一次，必须要重视。你不是单身吗？哪来那么多经验，头头是道。我跟你讲，这事儿我还真的特别在行。就首先，你想，人家父母找女婿，都得找一个门当户对、工作稳定的，对不对？要求对女儿好、性格好、不花心的。但是你想你，工作惨淡，对女孩也不温柔，虽然不花心。但是你这脾气吧，瑞哥，嗯，你认真的吗？我真这么差？也不是特别认真，但是呢，怎么表现还是得看你自己，必须先过他爸妈这关。怎么过？首先啊，穿上这套衣服去。其次，我再给你支几小妙招，你呀、啊、就逮着他妈夸。哎，能夸的天上有地上无的，俗话说得好，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。继续。千万不能丢掉男人的面子。知道了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知道了。第一次特别重视。工作不稳定，脾气差，我有那么差吗？下面什么行程？没有了。不是还有广告拍摄吗？哦，那个取消了。取消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是刚刚通知的，说是那边换了公司的新人，而且是梁总的意思。哼。喂。现在知道给我打电话了是吧？怎么了？梁总生气了？我要是生气了，那可就不是一个广告的事儿了，知道吗？看来梁老板是想断我财路啊。我求求你。哎呀，这顾大小姐现在都开始求我了。我求求你上网看看，
忙碌了这么久，我也该给自己放个假了，享受生活，享受爱情。给自己放个假，休息一段时间。你爱跟谁去跟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这回怎么和爸妈交代啊？程程，你男朋友来了，气氛有点不对啊。男朋友？啊。多大了？27了，叔叔。属什么的？属鸡。什么血型啊？ O 型。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谈过几次恋爱？就上大学的时候谈过一次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都说一次，就没有两次的，说没有太假了，你信吗？行了，备菜。你喜欢我们家程程什么呀？程程的助人为乐，热心善良，不求回报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就是一直这么教育程程的。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善良，要宽容，要帮助人，不求回报。我们孩子呢，特别单纯。你说，我说，你说，太假。江南啊，你呢社会经验比较丰富，不像我们家程程第一次谈恋爱，在恋爱方面呢还处在哺乳期阶段。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可不想让她受半点委屈啊。这点叔叔阿姨你们就放心吧，我肯定好好照顾程程。拿什么保证？对呀。招牌凉菜，油嘴滑舌，干锅特色，拈花热炒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阿姨，您要是不说，我真以为您是舞蹈演员呢。哎呦，我就是个会计。来，阿姨。